本身呢、啊，这件料子啊，非常非常的冰凉，弹性非常的好。那这个颜色完全不显肌肤黑。再来呢，一样有送大家这个绑带，放开它不会变这样宽宽松松，让你觉得好像胖胖的感觉。那这个干燥玫瑰色它不属于是浅色，所以呢也不用特别特别的换任何的内着。这个颜色我觉得它就是气质代表，所以呢就有点淡淡柔柔的。然后肩带的话你都不用担心，我们从小资到高个儿150到170都试穿过，然后从 S 到孕妈咪都穿过。那建议大家可以穿浅色内着、哦，因为这个奶茶色也算是偏浅的。这个紫色当你收到的时候，就是真的叫神秘紫，紫咖色，非常好看，非常显白。面料真的是速干、快干又冰凉，完全不贴身、不贴腿。62/161，所以穿平底鞋我觉得也很 OK 哦。它不是那一种就是非常非常粉嫩粉嫩的感觉，它是有一点点那种柔柔的、淡淡的。然后呢，它是完全让女生是活泼的、有气色的。这个是韩国空运来台，超级冰凉，完全不贴身、不贴腿的一条慵懒连身裙。绑带送给你们，记得绑在胸以下都是腿。那你如果喜欢绑在腰上、喜欢绑在左侧的话，我觉得也都 OK。平常我都是直接加 bra top 穿外套出门，那蓝加蓝真的是最佳组合，而且完全显白哦。我呢把黑色跟大家比对深蓝，有比较就知道有不同。小资女生我教你哦，拉紧之后把它往上箍，然后呢马上裙子就变短了。那雪松花玉的话一样是显白，但是我觉得镜头看起来其实灰色居多，但你收到还是有绿色的效果、哦。那如果你们喜欢特殊色的话，也可以带我身上的雪松灰绿冰川蓝，就是一穿下去你就觉得很凉，一穿下去心情就很好。不要看它这样子很无聊的版型，在这边胸位的抓皱啊等剪裁全部都是我们非常非常用心做的。为什么不做口袋？我告诉你，因为它已经很垂了，然后呢它如果再破口袋，你一装东西裙子会变这样。那它的绿色非常非常的舒服，穿起来显白又好搭配，然后又有夏天的氛围。这边一样给你做了非常多漂亮的折位，然后完全不贴身不贴腿。莫兰迪灰就是这样雾雾的雾雾的灰，弹性大小一样，你是孕妈咪还是肉肉胖胖瘦瘦都可以穿，重点不显臀。那里面呢、啊、你们可以换成是黑色背心、白色背心或是白色 T 恤上衣都可以，它的肩带也都是高弹舒服的。好，然后呢整个都非常的修身。